把你的 profit 保留，就是保留你的 profit。OK，
trading notes 啊，每天你们上去看我们的这少平基金的时候，必须要仔细的跟明白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。我们每一天在市场开市的时候，这个讯息我们会跟着市场，就是昨天的市场发生了什么状况，我们今天市场我们应该做出什么动作。我们可以把它发放在哪些？比如说，可以考虑进场啊，还是必须要止损啊，哪一些点你们需要注意的？ 这个也是一个回顾，就在8月28号礼拜天，我们就讲了 STI 技术。